它是做一个每个一年的价值。是它新的电动的吸盘，电动吸盘，就是我可以玩电动吸盘。但现在我也不太确定它现在正不正常。说实在，电动吸盘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看它现在正不正常？它是没电的吗？有。哦，它哦。到一个位置就停一下。它有没有功能是就是定期，然后它会再重新继续？它其实会，它有趴树，但是详细有没有这个功能，我记得应该是有。好，我觉得必须跟他们那同仁帮忙。你可以玩，怎么把它拿起来？就按一下，它怎么操作？按两下关机，然后这边有个拨板。哦，是用拨的 ，OK， 然后因为这个平面其实没有很平，我知道，知道。所以我们就是再压一下，然后按一下开机，看会不会洗。因为我们刚测的时候是，没有开始，所以说开机就会自己洗，对，开机就会自己洗。按两下关机，对，按两下关机。好 ，OK 哦。但关机的话，吸力还是吸着，所以其实是我知道，知道。那它怎么充电？从这边。啊，它是用 Type C 充电。好。那有没有测过说可以吸几次的？应该是一整天拍摄，应该是还好啦。这其实吸着不太耗电。哦，吸着一次不太耗电，就要一直转点，一直吸。OK， 应该是很少。这么多信息。它上面是不是这个转接有什么转接配件？我记得它好像有起丝片，应该是这一组搭配的是这个。对，它这一组应该是会有出什么？就是这四个拿掉，或者是我印象中应该是会单独卖整个搭配这个，但应该可以单独买配件。然后我记得它有起丝板的，对，就可以手加东西，对，可以加上去。还有在洗这个，这边不是很贵，没关系，我拍一下，让我玩一下。好啊，你知道价钱吗？价钱点头花多少钱？还是上了没？他们还问数位小兔，这个价钱。